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神，今天我们也来玩 Minecraft， 我们今天回来啦！哈哈 ，Hello Hello， 嗨嗨，大家好，我是巧克力。Hello， 大家好，我是闪闪。Hello， 我是鬼鬼。Hello， 大家好，我是羽毛。早安啊，早安啊，大家都回来啦！今天这么多人齐聚在一起，要做什么呢？看到我们后面吧，他也回来了。他怎么还长鼻子？越来越高。旁边看起来像是空岛的样子。这个是另外一个，不是马克杯啦，是另外一个作者群为了致敬我们之前玩的那个螺旋跑酷塔所做的另外一款游戏。其实不用致敬的、啊，我觉得 OK 的，可以。对呀，我觉得原作者都没在出了，别人还帮他出，有没有？不过这个作者群比较贴心一点点，还记得我们之前玩的那款游戏啊，没有办法调 Game One 嘛，对不对？但是这一次呢，这个作者群可以帮我们调 Game One， 所以我们今天呢，从头到尾都飞的吧，爬塔这么简单，都回来，白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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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谁呀？你有毛病？哎呦！那我们在今天开始之前呢，这座塔应该是没有办法一口气爬完。有看到中间的空岛吗？我们今天第一集会断在中间那个空岛的那个地方，然后最后第二集我们会爬到最高最高处的那个地方。那就是第一个小时，接着第二个小时爬到。OK， 如果爸爸喜欢，我们一起玩。这个叫做什么啊？螺旋本地图飞起来了！螺旋保护塔的话，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那我们知道，可以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破，来个久违的15000个喜欢，好不好？突破15000个喜欢，我们就一口气，不是一口气，我们第二集的时候就来攻顶。好，那我们要不要先来看一下这里有什么东西啊？这里有就是 creators， 来看一下这些作者哦，作者群们。好酷啊！哦，四个玩家的样子，然后这里有重要的资讯。重要资讯，这张地图花了2个礼拜做成的，然后这些作者群是来自罗马尼亚。罗马尼亚，罗马尼亚，这是我们第一次玩罗马尼亚的地图哎，好酷哦！罗马地图，好，那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就开始了。按下面按钮吧。来了，对对 ，One Go Go！哦，门开了，门开了。哦，所以你刚刚说一个人到就是这样，一个人到好像、欸、就会死掉，为什么？哎、欸、啊，这个水有毒啊！哇，刚刚就死了，刚刚我们就摔到水里就死了、啊。只要一个人到的话，啊、好像就死神神。哇，是摔到荷叶，是摔到水里死了、啊。太、欸欸、过分了吧？好了，大家起来是吗？啊，是你们死了才会来吗？我踩到了，那个好像是哦，即使那个白痴啊！你不说死了就会直接打，你骗人！那个只是计时开始而已，你都忘记这个游戏一开始的时候第一个按钮是计时吗？忘记了，那全部从我的记忆里删除了。你不要再揍我下去了，我会崩溃哦！闪闪，你干嘛？准备好，准备好。闪闪，你干嘛？你走开！可以抓住我们的手。不要，你们走开！让我拿水，我倒水。等你等。没踩到，没踩到。找到，找到，应该是往这里走的样子。嘿，哎、欸，出现了不祥的声音。Okay, okay.爬楼梯、欸，哎呦，下水就那个也坑人了，没有了，太可怕了吧？你干嘛？有了，有了，有了，快有了！哎呦，哇，好棒啊！怎么你是从那里？从这里啊？从这里啊？好了，我以为是从这里跳过来，继续往前走。接下来呢？啊，嗯，按按钮，嗯，啊，看看按钮，上面有洞。哦，羽毛找到路了，这里，这里，这里，最会找路，最会找路。抬头，你走开！不是啊，根本不用从这里跳，从这里直接跳上去就好了。是要绕过去，绕到那个鬼鬼那里啦，鬼鬼那里可以爬上去。鬼鬼那里，上面，抱歉，呼 ，go go go， 上来了，上来了，路直接这样跳就好啦。这个太多人玩会塞车哎，对耶，哎呀，真的，哎，对啊。哎、欸，巧克力其实不用从那里跳过去，啊、你从、你直接走就好了，你从那个直接跳上去就好了。误导了，从头颅跳。对，對啊、再来嘞，这怎么跳啊？鬼哥，我猜前面那个应该是，我帮你好不好？你跳过去，我揍你，好不好？是也不用啊，没有，也不用。你先跳，你先跳，好，我先跳啊。哦，有，漂亮漂亮，有。过去吗？不可恶！我成功了！哪里？哎，我选 OK， 这里这里，这个这么远呢？啊，我过来了，我成功了！做到了，一个做到了，鬼鬼现在鬼鬼，你先走啊！哎，刚好中到脚趾头，然后跳过来，脚趾头，很极限呢！
它是刚好那种脚趾头绊到的感觉。这个脚脚脚，这个脚脚，就那个脚脚，那种感觉好爽啊！这感觉好爽啊！哇！又下去了，拉我的手，拉我的手啊！我抓到了，抓到了，抓到了！剩下一个屹立不摇的斗士啊！加油！不能啊，等我。Come on！ 不要！没有人弄你，跳下去吧！哇 ！Go go！ 冰世界，冰世界，再来！这里有雪人哎，应该走这上面了。我看到上面有坑的，对，应该是走这里。跑来队，跑来队！我看你们先过去好了，我先来看一下这附近有什么。快冲！也许我可以直接飞过去。栅栏吗？这不行啊，太远了。应该吧，知道哎。可是这边也好可以哦，在跳树上啊。啊，这里也有哎。你们过去了吗？冰块吧，直接跳冰块吧，就直接冰块飞过去。走两条路过去，要进去里面。哎呦，我要来排队，我要来排队。先让彩彩过去。499。换我，得啦。哎，真的有两条路哎。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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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条，有两条，两条路。还有别条路哦，两个路，我跳一个，我跟着，哦，就跳栅栏吗？喂，有有有，这里可以进来，然后跳树上啊，差一点，树可以哦，树可以，啊，树也可以，所以是两条。跳树的话，应该一过来有只树可以跳。那我觉得这个好像比较简单一点点。我觉得跳冰比较凉爽。有，喂，我过来了，我过来了，我，喂，然后，是好酷，这里吗？巧克力一个人在玩，没有人看得到的东西啊！而且我不知道，我看到了啦，太难了啦！收卡，收卡！哎，跟你讲，最上面超难，我来试试看。啊，你自己往上。哎，因为最上面那个，你要整个回头，哎，我的天哪！啊，它是转头是不是？最上面才要转头，你现在只是对对对，慢慢往上就可以了。OK， 鬼鬼，我看到了，鬼鬼，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是了。哦，我上来了，我上来了，可以啊，好，那我一定可以。搭电梯，搭电梯。哎呦，我看一下这到哪里？介福和电梯，好像好可爱。而且你会很容易不小心点到第二个。我不知道这里要往哪里走了，哎。帮你开。巧克力，我教你小诀窍好了，就是你面向墙壁之后，哎，对，你会啊。哎呦，我会啊。哎呦，没有最后一个，我不会啊。好玩啊！关掉瞬间，转头跳。很难。哇哇。你要在侧面的时候就跳，不要转到后面就跳。侧面的时候跳，跳起来，在空中还有机会。来，三三三，来来来，猜，然后再帮你开第二个。啊，为什么我会被推出来？因为巧克力会推第二个。哎呀，你跳上去，你只要能够跳那个，我们就帮你跳那个，跳再开。哇，不是你要自己开第二个，我们帮你开第一个了。闪闪，我们帮你开第一个，你只要跳上去开第二个。先跳起来再开吗？对，跳再开。哦，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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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掉跳开，关掉跳开。下一位，我们又忘记了吗？转身跳，哦，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到了，果然后轻跳就到了，比较适合后仰跳投。可是巧克力，你看这里，我上来就不知道了，你看一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你过去，我跟你挤过去，好挤，我肚子好胖哦。这里要跳哪里啊？是下面那一个，那个是黏黏的史莱姆砖吗？他在假装是雪砖，哦、是不是？我好像有看到，你觉得呢？好像是哦。要不要我先去试试看？跳那个之后呢？转弯吗？我看不到，我可以跟你尾鱼都互换一下吗？我知道，我知道了，你要是这里，我们轮流哦，鬼鬼，往后跳。OK， 你要继续尝试，轮流尝试。上面需要转头还是？你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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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一下。抓你吗？对对对，伸出你的手。换你，换你。尾鱼度 ，OK， 好。尾鱼度，你才尾鱼度。不得，你的手。来来，换你，换你，换你。哦，所以你分两派人马在尝试啊。他前面那个会卡到哎，哼，头上那个会卡到。哦，我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哎呀，哦，下。下来一位在哪里？帮大家踩出当点了，踩了，可以跳了吗？你们可以上来跳这个，加油！哎 ，no， 回来回来，你们可以 TP， 可以 TP 那个啦，现在可以 TP 路，可以 TP 路。要跳哪里？要跳哪里？跳这个下面有一个雪砖。为什么有一群自杀部队啦？跳到前面有个白色羊毛的，
可是跳那个白色羊毛卡头。其实我发现用力往前冲就可以了。哪一个？哦，这个、哦、叫对直，用力往前冲，用力往前冲啊，各位！有了，有了，有了！哎、欸。哦，其实三用力往前冲，跳错了吗？哇、哦，过来了，怎么了？有！干嘛、啊，路？不看透了、啊。好啦，小雾下来，哎，好，应该是这个彩虹、步道。哇，太难了吧？然后呢？哦，过来，你们两个，灰熊，你先过去。灰熊，这跳过去，感觉人生很迷茫啊。嘿。旁边有路吗？的鬼鬼，哎、呦，的在这里鬼鬼，那里有梯子，那里有梯子，那里跳过去是不是？对对对对对。哎呦，有了，哇，高恐怖哎！点灯，撞到头了，点灯，好远啊！会顶头哎，会点灯到很高。等巧克力先过去好了。刚刚黄色跳不上去，黄色跳不上去，巧克力。刚刚黄色不行，现在应该跳黄色。可是跳黄色干嘛？直接往前了吧？哦 ，OK。每次跳黄色干嘛？但是他最后跳到这里了。哇，车道！加油！加油！加油！可以的，脚脚那个，我会的这个，脚那个吗？对不对？脚脚这个，我这个，好，这个有没有看到？有啊！我没有看到你跳啦，我在还在指示你啊！我已经到，我还在指示你啊！对不起啊！蘑菇关卡，都是美好的意外，真的，还是你懂的。这里有洞，楼梯，隐藏的道路。喂，走，然后嘞，嘟，然后跳吧。哎，我想说这样可以给你一个加速，应该是要跳蘑菇回去了。对对对对对，这边跳，酷吗？酷，嗯，还是这边可以直接跳蘑菇，然后左边那个高蘑菇吧，我试试看。哎，过来了。哦，上不去。可以，都可以。我说什么？那不能不能投直播捷径哦，不能投直播。你想跳上来是不是？高半格啊！啊，羽毛也过去了。哎，哇，这么简单的你没跳过去，搞错了。嗯，二小巧克力也跟上了。OK， 我这前面好可爱啊！继续往前走，是蘑菇灯诶，蛮可爱的蘑菇电灯。各自各自，我嘞，对对，岩浆关卡，嘿 ，again， 我们怎么，什么 get？ 哇，起来，哇，好棒啊！这边十月魔头干掉了，这到底在干嘛？我这在干嘛？哇，好可怕！掉到岩浆就疯了，为什么？为什么？大家都要下去啊！等一下。我们是不是少一个人啊？都来了，我到了。我刚以为羽毛还在前面。要，继续往前走。僵尸啊！小心！干嘛？我看到了。羽毛，你好坏哦！谁在你的肚肚？一个大屁股！哎呦！下去了。呼！喂 ！OK。贴到这里。呼！一下。过来这一队吗？对，呼！好 ，OK， 应该是继续爬，跑酷的诀窍，上爬，叫出来，往上爬，哦，差点滑掉，哦天哪，我最讨厌这种东西啊，去比较顺 ，OK， 会，呼，这里哦，又楼梯，差点过头，哇，哎，讨厌楼梯，哇，都跳了一步，可以，哇，怎么会这样 ？Hurry up， 来了。快点，来不及了，没人打你哦，没人追你哦，你是被透明人打了吗？走啦！被透明人打，这边是要飞飞，好可爱哦，上飞飞，感觉自己跳得变高了，都飞不上去，喂，人太胖是不是啊？要跳啊，要跟着跳他才会飞，对 ，OK， 你要按住空白键。按住空白键，
比较瘦的那个。对，简单的话就按住空格键，还是飞不上，可能就是吃太多，就太胖了。羽毛有啦。哎呦，吃太多。画画哎画画，爬上树，迈上树，迈上树，脚跟尖。OK， 哎、欸，哦，又是这个电灯，撞错边了。哦，这作者很爱电灯欸，对，撞这里就对了。罗马尼亚是很多电灯是不是？我们电灯造型。哎呦，虎狼哦，给他吃了。来来，三点三，等一下，别吃啊！鬼鬼，快走啊！要他的，鬼鬼，快走，四个。你可以过来啊，可以过来啊！大家一起来，大家一起来，知道知道跳哪里耶？大家一起来。哎，有点远。会笑。左边的那个吗？那边的电灯吧，好远哦。左边还用电灯？那边有电灯，有电灯就是要跳，好远啊，可以了。有点挤啊。它地上有一个羊毛，不晓得。哦，羊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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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应该是，应该是羊毛，应该是羊毛。合上，先看上。哎哎，有是吗？有跳到吗？是啦，是啦，是啦。有腿的感觉。路有被粘住，路有被粘住的 feel。有。高感，哇！有人太胖，哎，有人吃的很多，没有，你呼吸就，呼吸就，喂，哦，鹿想偷吃树哦，偷吃，鬼鬼这好酷哦，哪里？哦，是喉咙吗？哎哎，哦，这什么东西？它是用粒子效果吗？还是它是头颅加粒子效果的样子？对对对，好可爱。都过来了哎！鹿，噔噔噔，黄叔，哇，鹿，哇，我决定要跳这里了。哇，会跳下去啊？为什么？我还是决定要跳下去。书柜区，书柜区，要往哪里上去？要往我们这里上去。什么？他这个地图设计有瑕疵，你知道这山坡为什么有石头？后面根本没有挡住啊！我觉得每一关是在检查后面有一个短腰要上去，可是他不小心这边多啊，没有，没了啦，白痴啦！六，你走，仙人掌是不是啊？哎呀，是啊，哦，这里没有了。跳这个去，你是宫顶是不是啊？这样子玩上去，哎，好难哦！爬岩浆可以，可以，可以爬岩浆哎！我爬岩浆是不是？你们都在干嘛？岩浆是各种的玩法是不是？喂，上来了，爬到后来 ，OK， 哎，哎哎，路跳那个旁边这个仙人掌，哎，哪里哪里？哎呦，正规跑酷吧！你们到底在干嘛？哦，又是电灯！六，露你也太骚了吧！不知道去哪里。呼咻，我这感觉会跳到，哇，抢到头！不会不会不会，那可以跳。OK， 哎，在哪里？瞬间移动，你们瞬间移动啦！你们过得好快啊！哎呦，真的。乖啊！我精神胜利法，来了，下一关，没问题。石头地关，感觉哦，可以爬吗？可以爬的就很想爬。哦，巧克力爬那里是不是？哎呦，看起来应该也是这里。喂，好像是学泰山这样子吗？哦，上来了，上面上面上面，巧克力刚刚那个地方吗？爬到隔壁来了。哎呦，这怎么会？哎呦，最后上面好，好，羽毛接过一下，好，哦，有起来吗？真的是这个牛吗？总觉得就差那么高，差一点点啊！呼，我过来了，哎，可以，可以，可以，刚刚好，刚刚好那种，哎，刚刚好，可以。到底怎么好极限的哦？哼哼，跳连跳。哎哎哎！为什么？陆闪闪，为什么？我就在闪，什么东西？这是仙口哎，太完美了！这仙口号，这仙口号，这是仙口号，这是仙口哎，夸张了，太厉害了！太挤了，太挤了，一个地图太棒了吧？什么？
我要看你打吗？好笑哦！你这设计多棒啊！原本一百分，原本要怎么跳？原本也是用史莱姆弹上来的，对，用弹的。那是不是你可以用岩浆油吗？不要闹好不好？说完那个女王就直接来了。这是要怎么过去啊？哦，跳那里，跳那里，向前面撇那里。你先走，再换我。有，然后 ，sorry， 这里，这里，这里。哇！哎啊！哇，兄弟！那个哀嚎声，这偷吃不知塔，哎，真的可以到金川。哎呀，对啊，很小，所有人都跳过头，下面有地毯，我慢慢来，慢慢来，哇，对，接下来感觉是云朵，嘿，会会，这时候呢，通常就是要先跑到后面 ，shoot， 先看一下，我被拦住了啦 ，OK， 好像有哎，好像有哎，可是这里。还不够高呢，真的还假的啦？上面要想办法挑更上面的云，不行啦，不行啦！哎呦，哪里有更上？好像还是只能往上。哎，好像要走原路了。哎呦，对啊，还是得走原路。天，满地，满地，哇！不能偷吃布。呼，哎，麻烦，呼，有。哎呦！哎呦！等你，为什么？为什么你会玩？我也不知道。你怎么了？我障碍。来，我来吧。这很简单，不用犹豫。有有有。可以，那咱要走哪？是吗？我不知道哎。跟着你走，我是柯基。最上，哎呦，要连起跳了。然后 momentum 自己又在走了。哎 ，momentum 跳那边的树啊。momentum 可以的 ，momentum 这里啊，成功了。哎呦，好远哦！猜猜，帮我推你一把。哟耶！这里，再来巴特曼。最后果然。没关系，老梗啦，猜到啦，又是跳那个吗？弹药，弹药，耶！这弹药还蛮简单的，好爽，它可以高很多格，就一路冲刺就可以了，你只要踩到就行了。哎，咚！哦哦，喂 ，OK OK， 闪闪，对不起，我欠你闪闪，对不起我，又要来一个弹药，可以可以可以，哦，哎呦，我的很爱。很爱短腰，短腰，哎哎，最后脚滑了，正要嘴做酒做事，正要嘴做，哎哎，哇，好远哦！哎呀，哎，这怎么短得上去啦？可以啊，啊，他踩上面那个短上去了，嗯，溜也过来了，啊，喂，短腰，有有有有有，嘿，我要跳山啦！哎呦哎呦，呼，哦，好远，这都还好。我这是刚刚我那一种，来吧来吧，哇！哎呀，一个狡猾，哎呀哎呀，看来路也很狡猾，哎呦，真的，真的，真的，跳上去一格，还可以再高高一格，跳上去一格再跳方块，对对对对对对，不是不帮哥哥，你太快了，还没看到比较高，对对对，这个比较高。嘿，有啊有啊有啊！哎呦，方块方块走点，没有，等下方块方块方块，地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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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梗，嗯，来来来来来，欢迎，欢迎，耶，这是什么偷吃布吗？偷吃布吗？哎，对耶，偷吃布吗？又可以吃，哦，没有了，又吃了是不是？本来就往这里走。要是蛋蛋，对吗？还是走那里啊？你干嘛？走那了，直路就直路，动手动脚，恰贝贝。我就要问你是不是在前面？你问我只是扇我巴掌哦。请问林森北路是那一条吗？啪！一手。啊，是故意的。这好难。哎呀，看着路掉下去，我也就跟着掉了。我等鬼鬼，我等鬼鬼，鬼鬼你先请。哎呀，小。我想要连跳哦，这好远哦，好长哦，八八八 ，momentum 哦，可以，你抹过去了，我要抹，我要抹，可以，抹过去，
Momentum 有哇滑下去了哇啊某个哎抹不起来了想到路都还记得我的 Momentum 我就觉得很失望抱歉这名是 Momentum 哎呀 Momentum 斜波歪道我教你是 Momentum 巴巴巴 OK 好还会飞天的孩子哎呦 sorry 我这要转弯哦嘿哇哎呦 OK 来了哎呦我感受到鬼鬼的力量了来了对哎呀来了啦我跟着鬼鬼走好路给过来路给过来了鬼上鬼上鬼鬼鬼可以我也可以过来了心魔已突破滑稽了滑稽了不共同了我要靠自己马上切割对哎呀装大点拉闪闪一把嘿我在这飞超高哦耶一二三四五请问第六人在哪清如雨露哇干嘛在干嘛哇闪闪啊不行好到底对我什么偏见啊笑贼笑贼我在挥手在挥手Go go热带雨林来吧看一下终点线是要游水上去吗是要终点有没有没有东西也许是这里也许是这里闪闪别再怀疑了这一个哎太高了对下一个太高了你们在干嘛好欺负等一下空岛在隔壁耶空岛在隔壁耶那我们怎么在隔壁就怎么等呢那我们要过去吗跳到空岛上空岛哦哇他不是装死啊空岛不是下空岛可以直接上上空岛耶空岛这边可能会有彩蛋哦我搞改好酷哦有可能哦空空好猛啊我知道谁的你干嘛你想干嘛我就知道你想干嘛可恶陷阱你们给我上这都是被心里的压力给弄死笑了吗其实怎么样都可以跳上来啊应该跳后面一点这条线是不是分界点啊下一集的分界点羽毛已经偷跑到下一集了耶一个人跑了不哇那个到下一集了下一集了好坏我们其他人都在干嘛下一集了快过去吗我们今天的螺旋跑路塔上集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如果宝宝们喜欢我们今天这集阿班手的话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那我们知道 OK 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破15000个喜欢我们就玩下一集螺旋跑路塔给大家看我们下期见 See you guys 拜拜